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晚上好！晚上好！欢迎大家来到永庆安澜2023德云社岳云鹏森乐跨年演出武汉站。我是今晚的主持人陈芳，请您欣赏相声《彭森乐》。12点，你看我们什么时间都浪费了。对，哎呦，我也搬俩了，我来吧。对，往远了马整齐点，就为了耗点儿，嗯，把这挪开吧，嗯，对，搁那边去。谢谢朋友们，谢谢，还是真的别再花钱了，嗯。这个我们俩演出就本来就已经在挣钱了，您说呢？是不是？是。虽然前排这些朋友您可能兜里有点钱，但是留着买瓶水喝，对吧？对，到过年了买点瓜子吃，挺好的一件事，不用给我们花钱。对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这个刚才谢金谢老师，还有这个李鹤东，二位老师说了一段四郎探母，其实说是四郎探母，其实整个节目跟四郎探母没有什么关系啊。对对对。就是你找一个抬头，就是对啊，就是个诈骗犯嘛。二位说的很不错，大辈儿啊，说的很不错，那个嗓音也不错，还可以。下去休息一下，嗯，又把我们哥俩换上来，还是我们俩第三次出现在这个舞台，是好好给大伙儿说一回。刚才谢金就是唱的节目，对，我为什么还开出一个关于唱的节目呢？因为你比他强，不敢这么说，就等这句呢，神经病了吧？这不是。这多久没有人夸你了？这是，好家伙，怎么了？这是不敢这么说，哎，借我之口。人家谢金啊，嗯，什么戏曲啊、歌曲啊，人家都能来，都来点。对，嗯，我呢，嗯，歌曲最好。哎，也不是，嗯，都稍微能来点。是，他会的，您都会。其实从小啊，我就喜欢听歌，我爱听歌啊。我小的时候，那个什么。那些电视剧什么趟过男人河的女人，谁瞧过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第一排有一大妈，你也没瞧过大妈是不是？大妈已经60，您都80了，您。山里还有电视呢。头一排有一大妈，没有。我们说有，啊有还是吧？有啊有有有。篱笆女人和狗，我看过。哎，这看过吧？还有什么？东边有山，西边有河，前面有车，后面有辙。究竟是先有山，还是先有河？究竟这挂老车走的是哪道辙？怎么就这俩人吆喝呀？楼上那些年轻的朋友没有听过吗？没有。人家小一甲子。哟，咱也不能这样活。哎呀，真老。咱也不能那样过。咪。上山稀里糊涂过河，咱也不能这样过。对，大妈，感谢您，谢谢您，谢谢您，只有您配合我，大妈，咱也不能这样过。
我们同龄人那样过，这都是小时候听的歌。我你小时候听的歌够老的。刚才可不是吗？是儿歌，这是儿歌呀。哦，刚才那是儿歌吧？哪个？阿门阿前。那是儿歌。你会来吗？那就我不来这套。你来后仨字好不好？不不不来。阿门阿前。你可不他说。你看这都会了。阿门阿门里的刚才呀。蜗牛背着那重重的壳呀，一步一步地往上爬。多好，这都会，这都会。小时候音乐课都学过，是不是？嗯。门前大桥下，有过一群鸭。快来快来数一数，二四六七八。咕嘎咕嘎，真呀真个呀，数不清到底多少鸭。数不清到底多少鸭，干鸭、老爷爷、胡子白花花，唱呀唱着家乡曲，还会说笑话。小孩小孩，快快上学校，别烤个鸭蛋抱回家，别烤个鸭蛋抱回家。多老，多么经典，是是是，对不对？来个跨年专场，变年轻了。您看看，您看看，我为了撑时间，我豁出去了，什么歌我都唱了，无所不用其极。嗯。在小小的花园里。哎呦，小朋友，坐好了，就找地儿坐着，别跟这站着呀。小朋友，你几岁？对。七岁半。七岁半。七岁半。你会唱什么歌啊？我听一听。不会，在小小的花园里面。花呀花呀花，可以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大妈，您就别跟着挖呀挖了。大妈有权利。大妈也挖呀挖呀。挖呀呀。这都是小时候听的歌，跟这哇呀哇不是啊。哎，我小时候的儿歌，我听过最多的，唱过最多的就是那首歌。什么儿歌呀？你也说了斋，我也说了斋。儿歌都闹鬼。喜怒哀乐一起，那个都到那心头来。鬼也不是那鬼。怪也不是那怪，你又会舍身他倒闭，正人君子更可爱。笑中也有泪，乐中也有爱，几分庄严几分诙谐，几分玩笑几分那个感慨，此中滋味，谁能说得开？谁能说得开？小时候跟狐狸精玩的，跟狐狸精长大的，才跟狐狸精长大。净听着闹鬼的儿歌呢，这儿歌嘛，是不是？聊斋好听啊，还有那个。在那遥远的小山村，小呀小山村，我那亲爱的妈妈已白发鬓鬓，我是难忘怀，难忘怀，早给我多少吻，多少吻，吻着。妈妈的吻，甜蜜的吻，叫我思念到如今。真好，就这一帮人啊，大概有十来个人，你知道吗？上面一圈人在笑话你们。在他们看来，这帮人干嘛呢？这帮人，你知足吧？这几个不唱，他们笑话就是你了。你感谢人家吧，给人鞠一躬吧。有这仨人配合你不错了，谢谢谢谢。我小时候就很有这个文艺细胞，
哎呦，怎么看出来的呢？真的，比如说春晚，我特别喜欢看春晚。小时候喜欢看这个。哎，我记得很清楚，第一届春晚83年，有一首歌我印象特别清楚，叫《牧羊曲》。哎呦，郑绪岚。少林寺里边那个。对。哦。因为我85年出生嘛，我在我特别小的时候，我就纳了闷了，这怎么听见的？你85年就83年唱，你85年出生，你怎么听见的？啊？胎教啊，对啊，老太太怀了2年，啊，回放，不能哎，不管着嘛，我这后来看的呀，看回放，对呀、啊，哦，郑绪岚《牧羊曲》，少林寺的这个插曲，对对对对对，特别好听，会唱，咱们一起唱啊，好，会唱吗？会，会，阿姨肯定会，阿姨今天我就指着您了啊，咱别掉队啊。结拜吧，我跟阿姨结拜，这就是我干妈，知道吗？老姐姐了，老姐姐可可以。鸳鸯双，不是，这是牧羊曲吗？这是女儿情，女儿情。我不能起头了，是不是？春深深，你儿美。喜欢这种场景了，还能对歌，这笑透着像过年了啊！啊，上面的朋友不光笑话你们了，都得笑话。牧羊曲，嗯，日出嵩山，还有口音呢，这里头，嵩山哦，嵩山，我河南人，我们河南台转播中央台那个节目，他就口音就变了。唱歌也配音呐、啊？那可不嘛，那可不嘛。嵩山不叫嵩山，那叫熊山。熊山，河南熊山少林寺。熊山，不是？你就学不会。熊山，哎，熊。哦，熊山。日出熊山。真是熊山。晨钟惊飞鸟，林间小溪水。各位，你们先唱着，我去喝口水，谢谢。回来，干嘛呢？这是跑来这？去啊、哦！拿着话筒。哎呀，我看我先看着写的什么。哟呵。何老师唱独口相声吧。哎呦，我一会儿翻场时候给你们唱。何老师来单口。翻场时候给你们唱。单口。来个单口。别，不尊重岳老师了。日出嵩山，拿个麦克风就都给你唱了，怎么？飞鸟。这样，几位老师能先歇一会儿吗？你都尊称老师了，都已经。几位老师先休息一下。几位演员可以休息了。对，我看这边的朋友，咱们翻一下啊。楼下的老师们，牧羊曲会不会？不会。这么些。几位老师，咱们嗨起来。不会呢，我听一听，感受一下。日出嵩山。还在我们这儿。哎，滑铁卢了。还得是这哥几个。日出嵩山。有没有追光给他们打一束过去？亮起来，我看看。林间小溪水潺潺，坡上青青草，野花香。哇，气人！又把更气人的话。钩儿跳，钩儿跳，鸭儿跑。我看看这边的朋友先来。这边的话，咱不能丢人啊，不能输给他们啊。也不是谁丢人呢、啊。回来！哎呦，到这儿了，
咱花钱雇那几个就坐这儿。咱们特约那个都在这儿呢。咱们这歌不会吗？三楼的朋友，再换一首啊。三楼儿打七楼侠。鼠鸭子会，哎，这个行是吧？小姨妈小二啦，哈哈。每个书包上学堂，不，太阳穿衣服把风雨穿，至不牺牲把我来。没有学问呀，如何见爹娘？哎，这还行，这还行，哎，都挺年轻，听着。整个我看起来，你们几个是最棒的。咱们特约的啊，那会儿出版商给我们留下很多经典的歌曲。好，这绕得回来还、当然得绕回来了。那会儿我们家没有电视，没有，邻居家有一个彩电，哦、人家大概21寸彩电，21寸还是彩电。算是晚上吃完那个水饺，嗯，我就上邻居家二大爷家啊、蹭电视啊、蹭电视，人家在那儿打牌啊、喝酒啊、聊天啊，不管我自己找一板凳在那看那个春晚。不耽误人家啊！一会儿邻居姐姐送过来一把瓜子儿，哟，嗑瓜子儿，我接过来，在那边嗑瓜子儿边看春晚，多好啊！留下很多经典的画面。是啊，然后吃完那些瓜子儿呢、然后我就吃自己的瓜子儿、哦，然后你自己带来的，你带着占人便宜吃人家的，不是习惯嘛，习惯占便宜嘛，是不是？然后就留下很多经典的这个画面。哦，我再唱一首，我相信今天在座的各位都听过。你也别这么打这几位，这几位肯定是听过的啊，肯定听过的，特别好听。你别这么打保票，万一呢？是吧？经典93年，你别相信我的女神的一首歌曲。93年，你的女神谁啊？妈妈怀里的歌，多么温暖，多么好听。有口乐都不唱了。这回你们连花钱都不上了，太生气了，这个真不会呀！你看过93年春晚吗？没有。你们都95后是吧？对对对。好了好了，安静安静，阿姨，我唯一的希望寄托到您身上了。这歌阿姨说告辞。阿姨，这歌听过没有？听过，但我就会唱这两。听过记不住了是吗？没关系，您依然是我的好阿姨。真行，您唱着大家那个蒋小涵的一首歌曲。蒋小涵穿了一个黄色的连衣裙儿。哦，记这么清楚啊！有一个经典的画面，很多小孩拿着蜡烛送给观众朋友们，哦、很经典的一个画面。是是是，这应该。有点沫子了，都碎一地，应该能想起来啊。嗯。还有一首，我一唱大家也能。大合唱的，你们就别说这话了，一定是不长记性的，一定是。我都不知道韩国的，春晚上唱过的。行行行。我那完整的雄心，从。退票！你不会，你还有理了？你还退票了？这都什么理论的？这都，我们听相声还得会唱歌啊！你，我那完整的雄心从来没有消失过，只是时光渐去依然执着。为了理想，我宁愿忍受寂寞。哦，你也不会啊？365里。回来，老憋着往后走，多尴尬啊！就会这几个字啊，就会这一句。您唱点这个我们都知道的歌，您都知道的。您的岁数太老了呀，来了，他来了，经典名曲。啥？您别这么说，我都有点不信您说的话。经典名曲。下。橄榄菜送给大家。橄榄菜是什么歌的？三毛写的吗？三毛，三毛流浪的时候写的。吃人家橄榄菜了，流浪时候要的。
橄榄核，橄榄油，没听过。橄榄树，橄榄树，橄榄树，栏杆树啊，橄榄树啊。对对对，橄榄树，听着啊，好听着。会唱这个。不要问，哎呀，真好听。从哪里来？好听。我的故乡在远方。都逮着演员们会的了。为什么流浪？流浪远方，流浪。哎呦哎呦！橄榄树。咱一起来好吗？楼上的朋友也买票了。楼上的朋友啊，这个应该会吧？不要问我从哪里来，我的故乡在远方，为什么流浪，流浪远方，流浪，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，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。我发现人家大姐看词儿呢，我拍照呢。宽阔的草原，流浪远方，流浪。还有还有还有，还没唱完呢。我也不知道自己陶醉什么呢。像《西游记》也听着，怎么听得像《西游记》了都？好听，哎，行行，好听，好听，哎，好听，再唱一个啊！哟呵，贼心不死。哎，怎么？这相声还挺好，你别说。让我。流下眼泪的昨夜的酒。刚才我说我唱的都是春晚上唱过的，你们唱的是成都对吧？哦，春晚没有，成都没有上过春晚，没上春晚啊。让我让我们荡起双桨，悄悄的让我们荡起双桨。这会上过学的都会。小船儿推海面倒映着美丽的白塔，四周环绕着一簇红霞。小船轻轻飘荡在水中，迎面吹来了凉爽的风。不容易啊！这样，一楼的朋友咱们就不唱了啊。三楼的朋友咱们也休息一下，二楼的朋友让我们荡起双桨好吗？腰部的朋友、腰部的朋友啊，腰部我们荡起双桨。那边没唱。今天有八千人以上，今天肯定有八千人。肯定有八千，全满。对，那场一千多两千。他站哪边哪边不会唱。谢谢谢谢谢谢，这边一个人张嘴都没有啊，这边。你们是送票是吧？我们要感受这份快乐呀，对不对？这好比花钱了。三楼的朋友，我一会儿再给你们找一首歌啊。哎，坐着跟考试似的。哎呀，再找一首耳熟能详的歌曲。耳熟能详的，咱们武汉的民歌是什么？西楼儿女。西楼儿女。什么？湖北那个龙船调。龙船调。龙船调。怎么唱？哦，正月三月的是啊、哦，这要不你上了吧？下来下来下来！啊，正月的是新年喽啊！正月的是新年喽！一楼哎，没我七八也都
人儿松，野人儿松。那杨家家，我怎么一说？还有什么想听的？我会唱的。宋青兰，不着急，都得唱一会儿。划大船，一只猪高爷。你姑娘还挺专业，看一句唱一句。穷人划桨游，开动大帆船。好黑哟！好黑哟！好黑灯啊！好黑，感觉人生已经达到了高潮。一家十十家百，百家千千万，你家我，我家你，大家心相连。同舟马共济还两路，好走那一行浪淘边，百口马争有千帆尽，波涛在后岸在前。这就这种歌大妈是最欢的，广场舞用过是不是啊？广场舞，嗯，广场舞用过是吧？嗯，探清水河，南往金乡，南往金乡，那就彻底结束了，兄弟，这小朋友不懂规矩。哎，行了，别要求孩子了，来个麝香夫人。已经十一点了，还有这么多人，我相信没有几个人回家是吧？没有，一定要。而且告诉大家一个消息，今天晚上我师父要连线我们，但我不知道几点。说十，对，但没准几点连，说十一点半到十二点之间一定会连线我们，可能还有可能就是十场一块连。都能看见，不知道，希望网络好吧，网络应该没有问题啊。是，好，唱了半天了，已经十一点多了，一会儿呢，好的，你来一个，一会儿我们准备这样安排，你看大家行不行啊？就是我们俩一会儿唱完，找一个底，就是一鞠躬下台啊，我们俩就往台下走，观众也不用说上来再演一会儿，也不用，我们俩下去喝口水，让其他师兄弟们再给大家演几分钟。别了吧，别了。这是拉不响，我告诉你，可以是吧？您毕竟让他们站十分钟，毕竟要演到十二点多。好好好，好吧，让他们几个上来，再给大伙儿再聊一会儿，逗一会儿。我们去换个衣服，然后喝口水，我们俩再上来，一直演到结束。好，啊，接下来有一首歌献给大家，带音乐的啊，音乐老师，走，带音乐。是西罗儿女，西罗儿女，西罗儿女。因为没有版权，别唱，我歇一会儿啊。好。是。卖锅椅表演者岳云鹏、孙燕。
送花。剪半天的是哎呦，不错不错，又是老前辈啊，有很多人认识你，
是是是，捧哏当中的佼佼者。您夸我。在我心里，捧哏排行榜怎么样？排109。我还是单数。您就跟化妆女士一样吗？怎么109了？很多老前辈都比咱们强啊。那咱比不了人家。对呀、啊，咱们应该谦虚一些。是是是是。对，我们两个走上台给大伙儿说相声。好。其实我们两个合作已经很久很久。也不少年了。初次合作应该是在09年。09年到今天，马上2024年。我看看你，多少年？要不咱俩一人写一纸条怎么样？你要算不过来，你就别这么说话，知道吧？俩弱智。老家伙，15年了，这啊，24年就15了。对了，马上15年了，马上15年，你们体重是一点都没减，就跟你减的似的。我也没减，哎，没减。但是我们台上呢，逐渐默契了一些。过去15年磨合，对不对？嗯，15年的磨合。您最早学相声是大概几岁？我呀、啊，差不多6-7岁吧。6-7岁，就开始学习相声。是，人家里有人干这个？有干这个。他姥爷，他姥爷是那个。哎，把手放下。他姥爷什么意思？不是我突然听这儿讲。养你不是忍着？把手搁。一说大辈儿就往这儿拍，马上过年了，不得怎么我还得给你跪下。你说话你稍微的客气一些，就怎么怎么了？哪不客气？就您这客气，你一生气我就害怕。那你招呼你别，你没有这手势。他老爷李元华、是，哎，李老师，干嘛你还得怎么站直了该？李老师。像大师，哎，像当初给姜昆捧哏，是捧得非常的好，不错，挺好。这是李元华的外孙子，哎，这孙子说的非常好。你要不骂街呢，就别说你的闲话，不如直接骂一句，直接骂街，没有一把老头待见呢，干嘛骂这孙子？这个老师相声说的非常好，您捧我呢，我跟人家就不一样。您怎么？我打小生长在农村。哦，生长环境不一样。哎，后来到北京，就是北漂学习相声。是，我的老恩师郭德纲郭老师，就是我的老恩师，就是郭老师的血压吧。好家伙，怎么这么高郭老师？在我心目中他就更高。啊，这么高？他们家有这么高人吗？你说？真的敢比划！我的老师是郭德纲郭老师。这没有，你就这么高，这是俩。郭老师，郭老师，俩。我郭老师在我心目中就巨人一样，就高大高大啊、锯了腿的人。他们更矮了。我是跟人家学啊。啊，跟陈毅学的。我是不？锯腿了吗？我是不人家也不吝啬。哦，有什么就教什么，那是好。我也爱学，喜欢学。学不会，学了不少的东西。学什么呢？拿首先拿这个基本功课来说吧。基本功。腰果。什么？我们最早就学这个。什么？腰果。腰果。对。腰果。腰果。就过去啊，很多人卖东西。不像现在打广告，翻开手机都是广告，各种广告，各种推送，对不对？大街上全是广告。对，过去没那些广告，过去没有这个。大伙怎么知道我在这卖东西呢？怎么知道？全靠肉嗓子喊。哦，那对过去这个老年间的这都9腔18调，综绳翘扁的，这么个形容词儿，吆喝起来也特别的好听。是啊，那过去的艺术啊，过去比如说啊，北京城卖菜的就讲究吆喝，卖青菜的，哎。在哪儿卖呢？哪儿卖？在长街上卖菜，挑一筐，筐里头。别胡说啊，那时候不叫长街，就正阳门外。哎，正阳门外是卖菜，卖菜。弄一个扁担，大伙儿，我不知道咱们武汉有没有扁担啊？有吧？中国通用这个。两边，这边弄一筐，
这边弄一筐，俩筐、哦，这边筐里头搁点菜，搁蔬菜，这边筐里头搁一石头。哎，您等会儿，走一串巷，您等会儿，您等会儿，撂开。我就没明白，这扁担俩筐，这边搁蔬菜，这边一筐干嘛搁石头？这就不懂了。我怎么不懂？一点生活常识都没有。您说说。掌握平衡啊！哦，掌握平衡，那那筐也搁点菜不好吗？你实在不能一个筐不背着就去了，干嘛非得挑这扁担呀？租来的。有点生活常识，还缺德道理呢？废话呢，这个我自己找累受呢。前后两筐，哎，里面都是菜，全是菜，吆喝起来行吗？哎，挑着扁担。这是什么姿势？这叫揉一揉耳音，我就跟那回响似的。嗯，现在，一惊一乍，听懂了吗？香菜，香菜，对，哎，听得还真准啊！香菜，废话，我看你台本儿的，在我们老家叫盐碎。哪儿都一样，在武汉叫什么？香菜。叫香菜。嗯。也都一样，拼音怎么样？对，元气。这个。香菜，辣青椒哎。你老不碰那城管那个状态。听懂了吗？辣青椒啊，今儿椒辣的，真不错，辣青椒。一般就卖这两种菜，吆喝起来特别的好听。你要就这俩菜，那不是得挑个石头啊？那我说什么来着？你说什么？就您这摊买完了，我连个凉菜都办不了，哪怕你这卖条黄瓜呢，办个老虎菜了，你都。黄瓜，黄瓜还是河南挑来的，挑的比您不黄瓜干的吗？对呀、啊，河南黄瓜最好。那是，好几十两，您差，您这来呀、啊？香菜、辣青椒，哎，高葱、嫩芹菜、来扁豆、青黄瓜、加冬瓜、买大海鲜、买萝卜。活着四十公里都听见了，通县还一卖菜，哎，俩卖菜，哎，特别好听啊！是是是，过去买什么都将就，都讲究吆喝，全靠这肉嗓子。哎、嗯，就比如说啊，卖这个糖葫芦，啊，冰糖葫芦，我不知道咱们武汉人吃没吃过啊？反正吃过，吃过，哪都有。怎么了，您这玩意儿？打开你的眼界，打开我的格局。对对对，北京城。它就不一样，北京怎么着？因为北京城比较大啊，我不知道咱们武汉大就别老提这了，你老有挑事儿的嫌疑呢，这里。你说以北京卖糖葫芦为主就完了，你老训我干什么？废话，大过年的过不去怎么办？过不去。北京城最少分两种。哪两种？一种是南城，一种是北城。南城北城不一样。南城啊，大杂院居多，穷人多，吆喝起来呢，干净俱碎，是吗？简单。怎么吆喝南城？变南城。快点吓人的啊！谁吓谁一跳？他听相声，往后撤一下。不是你俩，你俩真咬人家你们，好一惊一乍。刚蘸那糖，哎，刚蘸得冰糖葫芦，哎，说明特别的新鲜。是是是，我不知道咱们武汉有没有新鲜的糖葫芦，特别的新鲜。我得打你这一会儿。
这是南城。哦，到了北京的北城不一样。北城怎么呢？深宅大院居多，有钱人多。嗯，全是四合院。四合院，嗯，人家住的比较深，好几进的院，而且他吆喝起来飘飘荡荡，悠悠雅雅。慢一点。对，走的也慢一些。是啊，跟您学一下啊。怕有人买东西出来呀，找不着了。卖房猴子。咪。
就纳了闷儿，您这玩意儿怎么自己建设自己的心理的？这哪儿叫建设？这赞美你这叫？人家没上，人家这含着你呢。人家是座商，再来一下，人家是座商，门口站二来岁小伙，捯饬干净漂亮，往门站，跟我一样，要不你来？毛病出在哪儿？我分析是小伙子跟你一样。哇，跟我一样设计师，是门口站二来岁小伙，捯饬干净漂亮，往门一站，吆喝起来特别的好听。你这都是鼓掌啊！但是我捯饬的干净漂亮。这小伙子你啊，真不说了，不吆喝起来特别好听。是是是，这是汉民的还是北民的？汉民，汉民包子。什么什么意思知道吗？包财，就形容这包子包着财，是不是？包财。哦，原来知道吗？我还是现问的。我当然知道了，我能不知道吗？我师傅能不教这个吗？哦，包财吗？包财。回民不一样，回民怎么？当然了，也是坐商。哦，门口站二来岁小伙子，捯饬干净漂亮，往门一站，吆喝起来特别的干净。还是出在我身上啊！回民的啊，你啊，先出了点儿呢。你走吧，走吧，你凉快凉快去。干嘛呢？吆喝一句，干嘛呀？你这，你怕我跑着是怎么的？我就问你什么意思？新出的地儿。对了，对了，就这个意思。是这意思吗？当然了。您原来知道？我能知道吗？哦。不露脸谁看？我吆喝小百度，我能知道吗？还跟吆喝小百度似的，叫唤我跟驴似的。小百度了还？都什么词儿？叫唤小电驴是什么词儿？吆喝小百度。这挺好听的，来啊！先说的你儿嘞，包儿嘞，发了面的包儿有热力呀，是包是包，包儿干成墩。哇，还后勾，好听就好听在后勾上，是吗？包儿干成墩。哎，好听啊！好听，这嗓子不错。干成墩。哎，一边来，你喊一黄山大道。您这牌都一个玩法，你看，咱没玩过，咱哪知
四个？没玩过就别比划，要不就问问。打麻将还赢些个打麻将这个马长鹏，斗地主，斗地主是这，喝白酒，白酒是这。你没少买包子吧？没抓我二奶的事儿。这老爷子啊，老哥，哎，是卖夜宵的，卖夜宵，弄一筐，底下一层屉布，上面叫棉被，哎，中间是包子，肉包子，包上面一层小棉被，要不起来就俩字儿，哪俩字儿？肉包，严谨一点，肉字呢稍微的长一点啊，那个包字您不仔细听逮不着的，哦，上岁数难免气力不小，我问你小辈的，上岁数啊，卖包子，90多了。老头儿得死个包子头了，来了大爷，哎，包子太沉了，压不起来。90岁人呢，也会这个，呀，老头儿是个警报。充个电出来的，你要逗我干什么？我逗你呢、啊？要我的包呢？还有一个，还不如不要。呀！花钱了吗？是卖包子，是过去卖药糖的，哦，卖药糖的，现在不多见啊。天津还有，天津有一格子药糖，走一串巷，吆喝来了，五颜六色的。来药糖哎，谁还卖我的药糖哎？去年还有香蕉、山药、人丹，买的买，少的少，卖药糖的又来了，吃了我的门啊，有我的门啊，橘子、果子、马凉气儿、吐酸水儿啊。
对不对？行行行行，您再来一遍，我没注意。一面。就卖馒头，猜不上来，这一码俩码的啊！您听我这，我吆喝上就是您接的，没那字，没我不会的，没我不会。您吆喝行，就听我这个啊！教你削枣喽，种子和切糕。还有吗？听这个，您听我。包子的包子的包子的喽！诈骗犯啊！你这诈骗犯？诈骗犯？怎么了？包圆，什么都可以包圆。你干什么都行。你不有能耐吗？你来呀、啊！那你猜我这个？我猜你怎么了？猜我这个？那猜我这是卖什么？不就两头堵吗？嘿嘿，来呀、啊！两元一件，一律两元一件。两元一件，一律两元一件。比我这包圆还包东西呢，太损了，这都清香大甩卖，两元一件，一律两元一件，涨了半千了。进去一看，全是八块的。哎，好，过得没有那个，这都是一般的吆喝。是是是，都是最好听的啊。您说，卖故意的？什么叫故意啊？嗯，我也搭个手是吧？哎，来，谁讲去？大马的官儿啊！大了马蹄罐儿啊！你是不是有病啊？这叫什么话？你这门没事打个铃是不是？这玩意儿是口服的吗？不是，你什么意思？我大马罐儿，你也大马罐儿啊？你不让我跟你学吗？你往下来呀！忘了，你说清楚。大了马蹄罐儿啊！三条腿儿啊，那天没法穿呢。四
瘸子啊。去搞腿啊？去腿不就完了吗？啊，这是反着点位的，圆上来。好好好，继续。撒谎圆谎。好，接下来找钱算账。哟，看您的脑子了。我数学对，数学对棒。来来来，买毛巾哦，有个领子哦，有个袖子哦，有个棉底花呀。我缺你这俩棒棒糖啊！仨，七，我棒棒糖老家，哟，把你们摔碎了！谢谢各位，谢谢。哎呀，挺好嘛，你挺满足啊。这个刚才这是刘春山，对，我们跟他叫什么？冯一奎。对了，不认识。二位下去休息一下，嗯，又把我们哥俩换上来。还有我们俩，我俩走上台，发现还有很多朋友送来鲜花，是不用，不用，不用再花钱，票价已经很贵了，对不对？没啥花，再花钱，你不会，你们先会。退票，这会儿还退票，大哥，不合适啊，不合适了。前面这些朋友可能是相对有钱是吧？上面的朋友呢，是不是朋友们？也有钱是吧？尤其是这边的朋友，这个大屏幕这边根本就看不见。我要是你，我早就退票去了，早就嚷嚷了。别挑动观众。没事没事啊，一会儿这边朋友就有回家的，然后你就下来。哎，别听说。真操心啊！没事，太好了呀，对呀，哎，搞我们这操心的。加钱，加钱也不用啊。还有像您朋友送的鲜花，二四六八十，十几朵鲜花啊，十几捧，真是特别的好。现场都有一万多观众，十几捧鲜花啊，真是，嗯，特别好。谢谢谢谢谢谢，都说电话也不合适。你看他挨个送电话，你觉得合适吗？哎，有道理哈、啊。这谢谢你，有道理。把鲜花往那一放，再转一圈啊。谢谢大伙儿吧，谢谢。这场又把我们哥俩换上来，来我们好好给大伙儿演一回。是，就别说相声，没劲。干嘛不说相声？我本身啊，你本身就不喜欢说相声。刚才第一场节目时候我说了，我还等一会儿啊。新郎儿女，我也不还。新郎儿女，变烧鸡，还有爱看变烧鸡的。今年变不变？
我节目是有顺序的，我慢慢来，好吗？不着急，我跟这边一唱就结束。对，今晚时间长着呢，甭着急。对呀、啊，这跟几点？给你说烦了为止。这跟九点半。现在9:33。跟你回家呀、啊。9:33。我跟你回家。好嘞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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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了，让我来演节目，好吗？好。孙老师是说相声的，对。我呢，其实不怎么喜欢说相声。那您不也是说相声吗？我觉得说相声没劲，我原来不是说相声。原来啊，饭馆的。饭馆像话吗？原来我是饭馆的。不是。干嘛呀？其实我已经隐藏自己很多年了。大伙都以为我身份证写的是85年出生，今年38岁，马上39岁。不是，怎么身份证还改了？其实我80多岁了。哇，八，你怎么保养的？啊，雪花膏啊。我说的脸怎么没血色呢？雪花膏啊，80多岁。没事，80多。其中有那么几十年我隐居。是隐居是堆起来的。隐居、哦、隐在哪儿呢？隐在山里头了。躲在山里了。也不是躲，就想休息一下，因为我曾经取得成就太大了。啥、嗯、呀？多大的案子？什么叫多大的案子？你会聊天吗？什么叫成就？没看出来，我就怎么着躲到山里躲那么些？我以前太红了，几十年前我太红了，我就把自己藏起来了，让自己沉浸一下。后来又出来以后，认识郭德纲，学了相声。您这算是这偶染红尘的吧？哦，那你以前是干什么的？那么红，没听没听话。你我不不是什么正经职业吧？你给我咬什么耳朵呀？瞧你倒霉模样，倒霉模样！废话，这好话不背人呢。悄不声告诉你不行啊！您大声说出来，说出来我怕吓你一溜跟头。您放心，翻不过去。我连那鱼都学不了，这还翻跟头，真行！来，八十岁那个老毕球收着。那老毕球啊，我是唱戏的，戏曲工作者。唱戏啊，唱京剧啊，不是唱京剧，京剧没劲，京剧没劲，没劲。那您唱什么呢？河北梆子，听说过吗？哦，河北梆子现在有啊，有梆子团，很古老的剧种，河北梆子。啊，是是是。你知道我在哪儿工作吗？您在哪儿呢？几十年前我在山东。您在哪儿工作？河北梆子，您在山东工作。我们那是个大剧院，大剧院，差点说实话，我们那是个大剧院，大剧团，大剧团，哦、山东河北梆子豫剧团。你这剧团够乱的，什么都唱，山东吕剧，哦，河南豫剧，河北梆子，我们全唱。我主要是唱河北梆子。啊，您单管这一片啊？哦，你提起我来啊，可能大伙儿呢稍微有些生疏，因为在座都是年轻人嘛。哦，对不对？我隐居都几十年了。这倒是。提起我的师傅来，赫赫有名。您师傅不得比您大吗？那对。哎，我还中风了是怎么着？对。什么叫中风？怎么了？您这怎么了？怎么这么些零碎儿呢？我师傅太厉害了。你说谁呀？你说郭德纲还弄谁？我是郭德纲，唱戏的是吧？啊，河北梆子专业演员。河北梆子谁呀？难以启齿是吧？还咽了一口还。人送外号啊？什么外号？大腮帮子。大腮帮子啊？这外号？那你姓什么？叫名字？本名何咬肌。何咬肌，何咬肌，大腮帮子，那不就咬合肌吗？那不就是，还是大腮帮子的意思啊？他就因为腮帮子大，哦，唱了河北梆子，是个梨脸，是不是？你还笑话什么呢？大梨脸，你还笑话什么呢？我还以为
我外号小腮帮子，小帮菜。哦，好极了，我唱的棒极了，二十多了，哎，二十多岁。哎，您唱戏，您是唱哪功的呀？你看这就不懂露馅了啊！我怎么露馅？唱戏不分公母。您看看人家还是有学问，谁说男女的呢？你说哪功哪功啊？什么行的啊？嗯，旦角，懂吗？旦角，哎，又女的女戏的，哟呵，旦角。反串女的，哎，那您跑我们这儿干嘛呢？跟你们这些畜生样的在一起聊一聊，好好说话，嘴里放干净点啊。跟你们这些说相声的在一起聊一聊，嗯，你们原来也挺值钱，不是卖玩意儿的吗？都一样，我们还号称戏子呢，是不是？也不露脸呢。俗话说得好，说你们无情，我们无义。我一直觉得说的都是你们，不是你找我们干嘛聊了？聊一聊戏曲艺术，偶尔你在台上也能提及到戏曲。我们有那腿子活，我们共同探讨，共同聊一聊。好啊，哎，那正好，今天这大跨年，您别白来呀、啊。怎么？这八十多个艺术家了，咱见人少一眼呢、啊。您趁着有口气儿，您给我们来一出，唱两句。在哪儿啊？在这儿，在这儿。红山体育馆。红山体育馆。哎，卖的是相声票，在这儿唱戏合适吗？合适。那怎么不合适啊？唱不可以。想唱，走，买票。回北京。没事吧？这有点要碰瓷儿啊，你。废话，你拉着我拉住你，怎么就趴那儿了就？趴那儿心里还挺利索。买票，你别，您回来赶紧。干嘛买票？咱就跟这儿唱不好吗？这不是说相声的场地吗？我们换换花样，观众愿意听啊。这八十多岁艺术家少见了。可以吧？到后台。我们到后台吧。台历，你回来。这个好你睡着。那不得排练吗？不用排练，排什么练？我跟您唱使劲儿啊！我，不您来呀、啊，您自己唱啊！我进去哪来？哟，我进去哪来？哇，您这嘴里小红色啊，这是个，哎，叽叽梗的。哎，你见过一个人的戏曲吗？电影还俩人呢，对不对？啊，您什么电影？我给他摆上了。不是您什么意思呀？至少得有人跟我配呀、啊。你这个词汇老那么直一枪毙您。哦，您是要跟您配戏的人是吗？对，我都有搭档，没有搭档怎么唱啊？跟您这么说吧，我也不瞒您，这个合作帮子我也听过，多少会点，是不是？啊，我也学过那么一点。哦，我是这个。学的老生哦，有点审视这个艺术家。您别这么看，有点含糊了。您学的老生，我学的老生，就是男人，带胡子的男人，并准确。老生吗？我呢，可能也不太会，主要是听您唱，我给您搭上句签儿就行。这现在新的话叫搭子。哎，对，搭子，戏搭子，是吧？行吧，我给您配，您主要唱，您来。行，那你挑戏。什么？你挑戏？您别我挑啊，你挑啊。我会的太多了，我挑一个你不会，挑一个你不会，你气性又大，到后台扎马桶里撑死了。我怎么不是淹死的？我怎么撑死的？你挑吧，我说出你不会怎么办呢？不是您什么戏我不会？梁山伯与伏地魔，你听过吗？没有。小兵张嘎与祝英台，你听过吗？你这是唱的乱了。你挑吧。你看这老艺术家。哎呀，行，那我挑吧。不行，我会的来啊。咱们来一出，哎，秦香莲的。秦香莲。嗯。哎呦，秦香莲。好。我不会，不会，那你这脏什么滋味啊？秦香莲呀，这没法唱啊！哎呦，没法，你想啊，
陈世美啊，丢下秦香莲去当了驸马。秦香莲带了一双儿女去找他。后来陈世美派下韩琦要擒拿秦香莲，要杀灭秦香莲。对，杀。我不演这戏，为什么？我来谁啊？你来谁？我演秦香莲。我是旦角，我演秦香莲。你演谁？陈世美。我别。我跟你过日子，老了。有老同志。渣男啊，渣男。我怎么叫渣？我演韩琦。你演韩琦，你演韩琦。我杀你吗？你杀我？我得把你，你别剁了。有老了。你追我？知道唱戏呢？不知道你跟你耍流氓呢？我长那么好看。再说，我不带着我一双儿女呀？谁养的儿女？哦，对不对？这点儿女，儿女，西楼儿女我行，对不对？一双儿女，我想和儿女倾听我讲，许多一切我也不能忘记，想我们在哪儿上唱河北梆子，这是一样。你来转，扮上小陀螺吧。哦，你来扮车，我跟着转。臭啊爹！什么按名来的？啊？白蛇传不是按字面来的。那我来白，我蛇传是吧？蛇来的转。那我来白转。对，我就剩蛇了。不像话似的。没有，我来白娘子吗？哎，对了。长得白啊，你长得白就来白娘子，对不对？我演蛇嘛，你演。什么风和湾鞠躬下台不会
我听成风筝弯了。那咱就唱风筝弯。你口音。风筝弯不就完了吗？风筝弯。哎，对，咱就唱这出戏。有人物吗？废话，这戏还特别大难呢，掐指去尾，不上当劲儿。别唱了。就唱当劲儿啊！闹窑这一折，什么窑？破寒窑。破寒窑，哎，两个角色，两个角色分别唱什么？柳荫官、薛仁贵。我来谁？您听，这还有，您来柳荫官呢？你来谁？我来薛仁贵。咱俩什么关系？夫妻两口子。夫妻两口子。嗯。我告诉你，姓孙的。怎么的？就这么一会儿。干嘛呀？干完了，你走你的，我走我的。一会儿到了酒店，你不能上我房间去。你敢进酒店门，我就打死你！妖孽！废话，不就还是唱戏吗？憋着过日子呢？你憋着跟我过日子？谁憋着你？你还特意找一夫妻戏？你臭不要脸！废话，这男女的不都基本上夫妻戏吗？这戏里人物啊，这是真行呀！生闷气了，你这厉害！真行呀！我是在愿意，哎呦呦，表达方式不一样。这绝对不能就咱俩，行吗？行，咱准备开始唱了，是不是？唱不了。我这怎么唱不了？半天歌唱不了呢？我没带着寿衣啊。告别演出啊？什么叫告别演出啊？穿着寿衣唱。就是舞台上穿着唱戏的衣服，花花绿绿的，中间镶一大金边，哟，里面有什么鸵鸟、皮皮虾之类的？这是圆领。没有，您这行头。戏衣，对，戏衣没有戏衣啊。我们这相声舞台没有啊，咱就穿着大褂，行吗？就穿大褂，哎，挺好。素身唱，哎，素身唱，不穿就完了。好 ，OK，OK。那来不了，我又来不了，没有帘儿啊。什么帘儿？帘儿？对啊，帘儿干嘛用的？咱不是一个夫妻戏吗？对，对不对？咱俩在后头忙活完了，唰，帘儿一拉开，这就开始。那就帘儿吗？咱俩忙活什么了？咱别瞎说啊！还见不得人还得拉帘儿，瞎说什么？台底下好多孩子呢，干嘛呀？不是你说的吗？我说什么？你说帘儿？你这唱戏不得有帘儿吗？帘儿唰，那叫大幕帘儿啊！没有相声舞台，咱这说着咱不打头唱，中间唱，不要帘儿，不要帘儿，不要帘儿。行吗？行，咱搬一下桌子行吗？唱不了。怎么又你怎么这么新毛病呢？这玩意儿萝卜夹子怎么办呢？咱用嘴学行吗？行，您上场我打架，我上场您打架子。行行行，行不行？行，咱搬一下桌子，分出表演区域来。桌子前面为前台，桌子后边为后台。这边上场门，这边下场门。行行吗？桌子谁来搬？咱俩一块儿一起搬，一起搬。上场了，来来。他们搬桌子。对。
没唱的就有粉丝团了，传统艺术还是有魅力的。咱们对后台啊，正开始，好了。这不合适。Oh.
咚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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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咚
青丝结穿，玄德和氏乃我那家表令剑栓，忙上双拳，他的副仙儿难得了长，他的王仙儿是美人。接下来的时间就完全是我们两个人。好，好，想听什么咱们聊什么。我听说你也看月亮，月亮上面有个大池塘。很多朋友都懵了，这是啥呀？新歌。今天晚上央视跨年晚会我唱的这个歌啊，叫好听，叫我听说。但今天呢不能在这个台上唱，因为没有报备。接下来这个刚才那个最新的人啊，唱了一遍，因为最新的人这歌是人家陆海涛的。哦，陆海涛的，我不能老在台上唱也不合适，对不对？但是今天跨年了就再唱一遍。好，最新的人老师，最亲的人会唱的一起唱，咱们就找一找演唱会的感觉。好，过年了吗？来，过年。
孙老师来一个，等会儿等会儿啊。当时零一年春晚前，我还要感慨一下啊。春晚前导演组说今年允许你上春晚，我说好，好事儿好事儿。然后就说写一个什么样的作品呢？因为我从小就喜欢春晚嘛，我就报了一个年三十的歌，所有歌都是关于这个春晚的歌。春晚的歌，嗯，我最后想选一首歌，选来选去没有特别合适的，因为这首歌最新的人，我好几年前我就听过，嗯，我觉得特别好听，也适合我的嗓音，咱有什么说什么。然后呢？然后我就去录音棚把这首歌给录了，也找到这个原来的那个原唱、嗯、就跟人家沟通过了，对，人家也同意拿这首歌上春晚。没有想到春晚之后这首歌火了，火，这真是没有想到。对，然后之后呢又翻唱过一首《问心无愧最自在》，对，那首歌是一首闽南语的歌，闽南语歌啊，我就特别好听，因为我特别喜欢这种骚，这种感觉的，就是老年听那感觉，九十年代舞厅风的那种感觉，老舞厅，嗯，我特别喜欢那种感觉。是，然后后来又翻唱了一首叫《惜别的海岸》，是，因为那首歌呢也是我小时候听的一首歌，《龙飘飘》。这首歌《惜别的海岸》也有首闽南语的版本，也特别的好听。哎，这是痒痒，我给你挠的。哎，好好好，哎呦，谢谢谢。然后呢，今年没想到，我连续翻唱了三年，我说今年。掉队吗还是怎么样？就在前一段时间我听了一首海兰阿木的这个《新龙儿女》，我觉得呀好好听。是，我不知道我的嗓音适不适合，我就去我就去到那个录音棚去录了一遍。当时那个录音师说哇这好适合你，我才想起来要联系人家海兰阿木，因为这本来是人家的歌嘛，有版权问题。然后就沟通来沟通去，我说第一我能唱吗？人家说能唱。第二我能演出的时候唱吗？人家说也能演出的上。我说我需要交钱吗？他说那咱今后后边接着聊呗。啊，不管怎么样，又是不想聊了。不管怎么样啊，人家同意。是是啊，接下来咱就一首一首的唱。好，有的朋友说，我看很多朋友就是发到网上，就是短视频发到快手上。那这还挺专业，因为我快手代言人啊，禁止镜头，不能说别的，我又不能说别的，对不对？那我就刷那个短视频的时候，看到很多底下评论说这是相声吗？怎么又唱歌？是相声又唱歌？每当我看到这种评论的时候，我心里还挺难过的，是因为在翻唱，现在翻唱流行，跟大伙儿互动，跟大伙儿聊天，大伙儿也喜欢这种感觉，是不是？哪怕有一个说我不想听唱歌，我们就想听正经的相声，好，那请你出去，对不对？这叫什么方法？这叫咱们就有事好商量嘛，对不对？因为我们就喜欢唱。对，前面也有好几段相声。对了，现在是翻场，就是自由时间了。嗯，翻场就是想跟大伙儿好好的嗨一会儿。对啊，接下来《惜别的海岸》吧，好吗？好，《惜别的海岸》送给大家，《惜别的海岸》。
真好，我真的喜欢这首歌啊。是，还有一首《问心无愧最自在》，这边的朋友醒一醒好吗？喘起来，问心无愧。哎呦呵，曲风保持一致，声音大一点，老师。这个体育馆不拉闸，咱们就嗨，好不好？是的了，这个票一定让它值。好家伙，三楼朋友都在的吧？三楼都在啊，都在。是的，好家伙。三楼的朋友，你们想唱什么？什么？爱
情的骗子，我问你，西楼儿女啊，我不敢唱，那个我真进不去，要了我的性命了。没事没事，进得去。西北的海岸我能进，刚才这个问心无愧我也能进，前面就都进得去，我都能进，我们一起唱，包括竹板书我都能进。接下来孙老师给大家演唱《找朋友》。这个他是进不去，我是记不住。我得看这词儿。受累吧老师，您放吧。嗯，孙老师唱给我的歌，他有可能不想承认，他觉得两个想多了，有可能觉得是两个老爷们在台上说这个觉得不合适，是有点腻味了。对，但是从2009年到现在，我们将近15个年头，风风雨雨走过来，我觉得我们两个没有任何的隔阂，也没有任何的矛盾，分钱也从来都是，哎，不欢而散吧。从来都是领导给我们分，对对对，我们很公平，对，我们你看从来没亏待我们。对，历史上我不知道，我听说啊，就是以前的相声演员有可能是28开、37开、什么46开，账头不一样，我们两个永远都是55开。对，这一点我们一定能做得到。是，因为这是我们领导做的。对啊，我在台上说多少话，我在台上唱多少歌，我怎么多苦多累我没有办法。你因为我是站着吗？我不是看着你吗？我从来没有矛盾。嗯，这是我的老师，首先他比我大一辈，再一个人家学习的时间比咱长，哎，舞台经验比咱多，各方面都比咱们强。哎呦，您客气，真的是。你有什么事儿你说吧。你要干嘛你啊？真是特别开心能够遇到一个这样的良师益友。哎呦，您客气，往我边上一站就是10几年，对吧？风风雨雨走过来，欠您一声谢谢，孙老师。您客气，您客气，您客气，您客气。我希望我们接下来不管多少个15年都能够走下去。好，
亲一个就算了，抱一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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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别抱了，就因为化了妆了，蹭上粉了。抱一个，抱一个，握手吧，行吗？好。快个靶子！快个靶子！我拉皮了，我。快靶子，人家吃亏啊，比咱大一辈儿。他愿意。一回生二回熟，那个一唱就真的结束了、啊。对，那个就结束了。唱了半天歌了，咱不能老唱歌，因为穿西厢，曲艺。竹柏说，竹柏说，水漫金山。竹柏说了，好吗？好。唱两句，唱不全，那个太长了。来，唱一会儿。水漫金山。唱到连线开始。我好久没唱西厢了。羡慕美景，深可观。清澈的秀水成高山，金线柳栽栽，这个湖沿岸，金山竹影几千年。许汉闻道西湖，他去观美景，见了秦国二蛇两位大仙。伯娘子见许仙，有了情感，搭船借伞是配了姻缘缘。这一天夫妻饮美酒，一雄黄是起了祸端。怎言行吓坏我的儿夫主，好可叹许仙是一命捐。伯娘子一见儿夫丧了命，急忙忙长寿高山到许仙那丹。大舅，此乃是佛门，这个清净地，天雷之下你性命难全。伯娘子闻听也是冲出怒，手持宝剑是冲上的前。他二人在殿前这个交了手，谁胜谁输是哪个战先。伯娘子一见我是难取胜，水晶宫里是把兵那般。五湖四海还有三江水，大水要淹着四金大山。哎呦，哎呦，郭老师，小月，岳云鹏，孙月，过年好，过年好，孙月，哎，各位，师傅，没法你们打手时间长，你比划比划，哎。哎，这句听见了啊，这句听见了啊，啊，我们这技术人员在调试呢啊，对，嗯，他们调戏完了就行，调试完不是调戏完，啊，不是调戏完，调戏完，哎，你们在哪儿呢？我们在武汉，师傅，武汉是一个美丽的城市，我听说了啊，嗯，吃热干面了吗？吃了，哦，你们这现场不热闹，是不是观众没来啊？父老乡亲，我前几个月刚去，在那儿唱的戏，在那儿说的相声，对啊，在那儿吃的牛肉面啊，挺好的啊。孙悦，哎，可以，这是孙悦吗？是不是我是？小月，你旁边站的是个什么？是一个，没错。今天晚上演了几个呀？我们演了三个，目前是第四个，一直在演。哦，助演的都有谁啊？助演的有谢金、李鹤东、张鹤晴、啊、刘哲、刘春山、啊、冯毅凯。嗯。哦。您的这是谁呀？烧饼啊？这是我们的阵容。啊、您的阵容是什么，老师？我们的阵容不值一提，有我大儿子郭麒麟。哎呀！还有呢，师傅。
还有我二那边哟，二和贤老风栾云平，哦，还有烧饼曹鹤阳，还有杨九郎何九华，哦，都是小朋友啊，哦，这么看来你们，这么看来您的阵容是最棒的，那是我花多少钱了那是，你们的阵容也很了不起，你比如。都谁来着？不是别记住了，没事，我们最孙越就够了。对，有孙越就够了。您客气，您客气，客气。嗯，有孙越，大伙儿就够了，就够了啊。够吃的了，是够了，是腻了。真好，真好。嗯，好，我们再看看下一家，等会儿啊。好嘞，辛苦，辛苦，辛苦了，辛苦啊。下一家，哎，好，谢谢。我看看那个狗在哪儿了。说张九南的，嗯。哦，这不是，这是吗？是疯狗张九九良吗？这是，谁说？师傅，哎，听见了吗？你听听我们观众的呼声。哎呦，你们在哪儿呢？观众还要哭声？哎，非常的热闹。哎，这是信号不好是吧？哦，小妹儿，哎，孟鹤堂，我白卡，我们在杭州，哪儿？杭州。他刚才是说了个湖北省吗？我也反正就跟杭州。小妹儿，你告诉我你在什么城市？杭州美景盖世无双。我是在那儿是吧？奇花异草，死了几的清香。那春有苏堤。这要说你是，你们那儿今天晚上助演的都有谁啊？我们助演的阵容不值一提。哎，他听见了，说来听听，让我们笑话一下也好嘛，让我们笑话一下。我大儿子今天来了，行行，快点讲。哦，周麒麟在呢。姓什么都叫麒麟呢啊？您这是刺字了，这是。我们有那个高玉凯、王善友、刘柳木。孙九香，然后樊小棠、张小帅，不行，跟咱差远了。对，就是没有郭麒麟，是不是？我好感慨，我得告诉那个北京啊、南京啊、东北啊、天津的德云社小剧场的工作人员，嗯，今天晚上注意防盗啊，因为人都出去了，家里偷东西偷一准啊。替我们问候一下杭州的父老乡亲们啊，让他们等着我，我得去啊。嗯，好的，好，谢谢大家，谢谢谢谢啊，好，拜拜吧，看看下一个地方，辛苦辛苦辛苦你们，这有点巡视的意思，哎，合肥吧，合肥谁呀？狗子，合肥还有张鹤伦，张鹤伦的，张鹤伦，不知道，还在那儿唱，张鹤伦、郎可言在合肥吗？他们那儿怎么后边就是大屏啊？啊，人家花钱了呗。嗯啊，人家有钱，那屏大、啊。我还以为他们那个背板怎么是黑的呢？啊，不是不是啊，声音还没显得大，声音还没切过去。贺伦，贺伦，哎，师傅。哦，这个我是刚刚在合肥跟张贺伦他们分手啊。对对。因为我在那儿唱戏，演了一天相声。他们是先在安徽的安庆，然后转天就是合肥。今天啊，今天你给我发了一个微信，因为我要跟大家介绍一下。张鹤伦老说他们家的毛葱冻白菜好，他从前年就说每年给我寄，到现在我连毛葱的毛都没见着过。他今天给我发微信说一定，他说一定会收到的啊，这是个美好的愿望吗？是是是，这毛葱冻白菜，赚了赚了。好的，你以后就留在合肥，你不用回来了啊。嗯，郎可言，哎呦哎呦哎呦，郎可言，我这是弄回来的吗？我回去。你得回来，你回来给我种毛葱来。坐着。好嘞，石头。哎，行嘞，替我问候合肥的父老乡亲啊，让他们带你到肥东啊去吃老母子。嗯，你们先聊聊，我们坐一会儿。祝师傅和于大爷新年快乐！还是人家会来，就这两句还输不起，你看。万事如意，早生三胎。好，可以了，嗯，回家种毛葱去吧，去吧，嗯嗯。好，谢谢下一站。好，谢谢下一站，看看是哪儿？这是，这是水爷。谁呀？九零九龙吗？谁呀？张九龄吗？别着急。哦，他们怎么都有大屏后边？我们这怎么转？怎么出了马赛克了？
咱还真寒酸。你们要想遮掩什么？爷爷，哎，是在西安的吗？爷爷，谁呀？少宇，太丢人了，这个。爷爷，我要撞过了，爷爷，葫芦娃来了。爷爷，我是葫芦娃，你是爷爷，你看到吗？嗯，你们就可以说正经事了，不用老叫这俩字啊。对，愿意叫也行啊。爷爷，我在西安。西安演出。哦，小菊是吧？小菊啊，今天哎呦是小字儿。对，哎哎哎，你们都在西安的是吧？都在西安的爷爷。哦，吃面条了吗？没有。有。哎，西安面条吃了吃了吃了。啊，吃了大伯都谁去的？都谁去的西安呢？孙老师，小菊、小婷、小贝、九派、小王、孙子昭、孙子，别骂街了。哈哈，孙子昭是孙越老师的徒弟，我徒弟，我徒弟，我叫孙子昭。还要叫儿子昭，那就长一辈儿，这样。那你听这边，好好演啊，听见了吗？好嘞，好嘞。问西安的父老乡亲们好，因为我是西安人，我给家乡的人们拜个年啊，这是过年啊。哎，于老师陕西的祖籍，对，我祖籍小的时候从西安卖到这边来的，哎，也是想不到的事情。那现在卖还得贵，是吗？对，涨价儿那会儿价上不去。替我们问候陕西父老，让他们等着我啊。嗯，好嘞，爷爷。暴力恨啊！暴力恨啊！好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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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给我爷爷，好嘞，得嘞，得嘞，好，你好，开始了，行，没问你奶奶这个，老喊爷，好好好，我们让你切到下一站啊。人家脑子都是平的，那是平的，这是哪个歌厅啊？这是。人家有来都是说我不认识，怎么见识？角色哦，师傅，他们都是师傅，我们爱你，师傅，师傅，这谁呀？这是谁呀？谁呀？师傅是狗，师傅，哎，这什么孩子？师傅是狗呀？是我狗子。张九南，高九成，你们今天晚上在温州对吗？对，温州师傅，在温州是吧？对，嘿，别哭，哎，有事说。温州的观众朋友们都很开心，能见到您，师傅。哎，他们还没见到我呢，都看了一晚上狗了吗？师傅，今天我有很多话想跟您说，我没有时间了。你不用说，我没有什么想听的。师傅您，我就怎么了？简单的，你我爱您，师傅。哎呦，说什么？你是又是一个疯了吗？没有吧。别老接人短儿行不行？哦，好，这是他的长处。我爱您，我祝您身体健康，努力。师傅，师傅，行了，电话费挺贵的，挺贵的，行了，让他戴一墨镜呢。高九成，你照顾他啊啊！那放心吧，师傅，他不会康复的。来来来，有事托梦啊。好家伙！我们一块祝师傅大爷新年快乐。你掐了掐了吧，就这一句还不让说了，就这一句正经的。哎呦，挂了！哎呦，我的儿，你在哪儿啊？啊！哎呦，这是谁呀？这是张九龄、王九龙啊，是在济南。我给你们介绍一下，这是我师傅啊，这个啊，我用你说，挨打了是怎么的？师傅，大家过年好！哎，过年好啊！你们在济南是吧？在济南，把子肉，是吧？啊，这个观众特别盼着您来啊！哎呦呦，刚才我们聊天的时候就问了，哎，说这个啊，对，德云社啊，2019年都是用手机是吧？哎，什么送一杯子，奖杯？不是，是什么呀？啊，我们这侧面实在看不清楚，你瞧不真着，那是我外甥吗？啊，对，这是您外甥，啊，看着牙像，哎呀，您这没个老天的样啊，啊啊。牙是挺像的，说这大白牙啊，好演吗？济南特别热情，而且这个2500人剧场可以说到现在都没有走的那时候，我们也是千年一日新生。是啊，我们也是走，他们才2500人，要不然走着走不了了。我们一万，一万多，一万。
新年快乐！谢谢孩子们，谢谢谢谢谢谢。想着吃饺子啊，多你吧，嗯。这是谁？这谁呀、啊？哎，怎么又切回来了？啊，切到我们自己这个。现在说话咱们听不见了吧？啊、嗯！安全多了。听不见就行，你想想，我说我连线十场演出，我是不是得多赚钱进来？是不是得赚多少？我的妈呀！都是歌星啊！怎么还拽凳子干什么？啊！生气了，情绪。现在是11:53，你们的表是11:53吗？是的。我们一会儿要倒计时的哦。好。嗯。倒计时之前、哎，现在时间给到我们自己，我们还有6分钟哦。聊点什么呢？朋友们有什么想问的？春晚。今年上不上春晚？哎，每到这个冬天的时候，就会有人问到这个问题。哎，冬天到了，嗯、这不能说春晚是签那个。签了吗？签了。签了。怎么瞒也瞒不住，对吧？你就没打算瞒？没办法，这个观众肯定也能猜出来，对，因为会有人拍到的。尽量吧，尽量就是把这个节目完整尽量能上、嗯完整的呈现在那个舞台上。加油！嗯，如果上不去，也别觉得那什么，也别遗憾啊。对，很正常。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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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今天晚上这个武汉之歌还没唱呢。来吧，不急那个三楼朋友咱们都醒着呢吧，醒着呢、哦、三楼朋友，三楼的朋友把手机点亮您的闪光灯，找一找演唱会的感觉，把这个面光灯关了，把厂里黑的灯看看他们手机还有没有电，把面光灯关掉。对，我的天，帅死了，爱你哦，爱你哦。来，哎呦嚯，哎呦，三楼这么些人呢，三楼哦，以后咱们演出，咱也弄一个什么，就那个灯管吧，咱们是吧？荧光棒，可以，荧光棒，对，明天就安排。人一片绿海，下一场一片红海，下一场红海行动，行行好，下一场必备，下一场必备，好，对，啊。最红还是这歌啊，终于有一天你会欢多两欢，这样咱们一层一层的唱啊，一楼的朋友啊，不欢，你比四欢多一欢，有钱也有劲儿啊，不欢，你比六欢少一欢。好了，二楼的朋友跟你们了啊。巾帼英雄，真厉害！二嗓门，二楼这唱的不一样，那个嗓门真是的，你是怎么有那么大嗓门？其他朋友让他一人唱啊，大姐你再来回啊！社死现场。好，该三楼的朋友了啊，三楼人最多啊。三楼朋友等一晚上了，可有一会唱的了。终于有一天你会，哎呀呀呀，
真好，真好，真好，真快乐。现在58，五十八。你把那秒打开，秒表。我没有秒表吧？这里头有吗？哪个是你告诉我？哦，这就两分钟，咱俩得。闹钟里面。这是秒表吗？不是，不是这个，时间的秒看不见吧？秒针。59，59，现在59。没事，59，咱那会儿大屏幕会出现数秒吧？我们这屏幕得有点用。还有几十秒就进入倒计时了，还有几十秒我们就进入2024年了。朋友们，感谢你们陪我们度过这个难忘的夜晚，陪了我们一年呀、啊！我太开心了，此时此刻我是最幸福的。亲爱的朋友们，新年的钟声马上就要敲响了，我们要谁能扔数秒告诉我们？我们要迎来新的一年，我们要迎来新的一岁。虽然我们又长了一岁，但是我们会更快乐，我们会收获更多的朋友们。哎呀哎呀哎呀！38、39，39、40了，还有15秒，从10开始数啊，咱们啊，10、9。Whoa!